来，我检验看，我不想把我的钱拿出来。啊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我不想把我的钱拿出来。啊，哦，那个来哈，哦，那个哈，哦，看到了哈，什么？看到什么鞋了？这个了哈。看到什么了？啊，我看到你拿一叠钱出来啊，这个东西拿出来啊，啊。谁的钱呢？啊，现在是怎样？谁的钱啊？啊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来，我检验看。我不想把我的钱拿出来。啊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我不想把我的钱拿出来。啊，哦，那个来哈，哦，那个哈，哦，看到了哈，什么？看到什么鞋了？这个了哈。我不想把我的钱拿出来啊，怎样啊？哦，这个哈。啊，怎样？哦，我们看到哈，你把这丢出来，有一包这个了哈，在地上了哈。什么？你什么？哦，地上有一包这个哈。我丢钱。哦，一包这个，哦，这个毒品啊哈，我看到了哈。啊，不用扣，请你配合哦。你接起来了，我让你扣了。哪里？我让你扣。大声什么？我现在捡，你要不要我捡？不然这样自然警力来捡呢、啊？不要把我钱捡。接起来啊！啊，你教我怎么捡呢、啊？哈，遇到事情呢就好好处理嘛。丢钱而已，地板上捡到人。我跟你说，我刚看到你丢的啦。警方日前啊，于中立后火车站周边执行守望勤务时啊。他发现一名男子心机可疑啊，他见警上前盘查时啊，有故意规避之情形啊。那该名男子哦，不配合警方盘查，那反而哦，将裤子口袋哦的一叠钱啊及一小包毒品啊，丢洒在地啊。那为眼尖的员警哦，当场发现哦，并查获啊。那全案哦，将犯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了。